大家好，我是李觅小姐啊。新的学年已经开始了，相信同学呢都已经收拾好心情迎接新一年的学业的了。不知道呢小一同埋中一嘅同學，你哋面對你哋新嘅學習環境又係點呢？希望你哋可以好快適應啦。好啦，我呢就唔同你哋嘅，我就冇學年之分㗎。基本上呢，我一年四季都會喺呢度陪住大家。不如即刻睇下今個星期嘅尊貴聰榮會有啲咩獎品俾你哋換領啦。第一份獎品係 Nikki 大猩猩萬用小袋。同学需要用10000个 smart points 嚟换领，名额有两名。今次咧为大家带嚟呢个大猩猩嘅万用小袋咧，佢嘅设计咧非常之实用噶。之前咧都有带过一啲嘅万用小袋俾大家嘅，咁但系咧佢就配以一个时圈嘅，但今次呢个咧就系配以一条挂绳嘅，咁即系话咧，同学你可以将你哋嘅爆通啊，或者纸巾啊，或者少少嘅润唇膏啊等等一啲小嘅物品咧，可以放入去之后挂喺条颈度，方便你使用噶。而且咧，佢嘅质料咧系个好舒服、好柔软嘅毛毛质料，上面咧佢有一只大猩猩喺度啦，而佢嘅颜色咧就系以啡色为主嘅，咁所以咧同学都唔使惊咧佢会好易污糟噶。如果同学你中意呢一个嘅猩猩嘅万用小袋计划，咁就冇等啦，用 smart points 嚟换领啦。第二份奖品系奇趣小鳄鱼，同学需要用15000个 smart points 嚟换领，名额有两名。系啊，今次为大家带嚟咧一个好得意嘅一个玩具，咁咧佢系只鳄鱼嚟嘅，咁只要咧你拉动佢嘅尾部咧，佢就会哒哒哒哒哒，佢只脚咧就会识喐噶啦。其实咧佢可以放喺水入边去玩嘅，佢咧造型非常之可爱噶。呢一个玩具咧都可以话系一个非常经典嘅玩具嚟噶，喺好多年之前已经有类似嘅玩具出现噶啦，咁但系咧亦都非常受咧大人小朋友嘅欢迎噶。如果你都中意佢嘅话，咁就冇。等啦，快啲用 smart points 嚟换领呢个奇趣小鳄鱼啦！好啦，今个星期时间又差唔多啦，各位同学，你哋记得要俾心机做网上练习啊！好啦，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，拜拜。